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真相通不解》节目，我是刘飞珍。今天现场有请到非常特别的来宾，潘秋飞小姐。秋飞小姐，让观众朋友先问候一下。大家好，我是潘秋飞，东方娱乐商业的节目，希望大家。今天哈，现场还带了一本礼物，一本礼物哈，是当初是我才开始学讲合法的时间。开始用合法写诗，结果杜潘芳格一个有名的诗人，伊都积累了本合法圣经本案，啊后来又听到客家诗的复习，迄对一本伊都来个，第二个部分呢，挺有感情，迄因为啊后来又说是个咖啡，还当无意中发现讲啊，原来你老杜潘芳格身上迄有关联个哦，后面老太家分享一下，你老杜潘个关系。是杜潘芳格是我的太姑，他是我爸爸的替代阿姐，我爸爸替白天衣的替代，所以从小当然我就当熟嘛，是太姑。你说你是你太姑？我是你太姑，是。所以大家说他是我的潘木替出名的人。啊哈。你是基督教徒？我不是。你不是？不过对一篇就说一张开始好罗马诗，还是用罗马诗好合法，你不能让我们要讲哈。嘿，按强啊，还是用高飞的罗马诗好嘞。该是提标准来哦。古时候在爱用是九零年代开始好的时节，土盘先生记了本圣经本案，对爱的泥泥老伯出租青苔，因为这种是无合法搞出来。嘿，看得到个罗马片，就会装罗高飞的。啊，以后我就加点两本汉语的托本，慢慢的听个合法的声音，还有慢慢的听那个诗转来。不过你今天充电没谈恋爱个，你今天充电吼，还想 Q B 男生来台转到台湾来，因平常爱戴玫瑰嘛。嘿，所以说我想恭喜大家听到你谈提到突然先生，都会对文学理论啊，还那文学史的角度来谈。啊，不过今天也要谈不为人知的突发风景。有你了，讲一下，不敢讲，讲一下太古的故事。先介绍一下，主讲突盘先生盘凤，你的盘凤来地方都地方上是历史挺有挺久的那家错，你还没先对了那太的背景先来讲一下。好，我说的当然是系我公太哦，盘新刚，韩国几个兄弟。做生意真成功，还爱婆太呢是真好爱人，所以地方上当多人是当尊敬佮着，佮从头会听受，他没钱爱人，所以个人是爱公哈，爱公系新妇体质之脉紧张，所以是讲都地方上系啦，系讲到盘婆太就佮黑血，还爱公当然体质个体态也细人，体格貌也是系土盘房嘅，是系爱太古。哦，他讲到讲牙弓做个地方的症状，几名诶嘿，潘金怀，今麦系居民中学体育界诶高中，我特别提到俩个系因为突盘后来去做个实习吧，都要用你家乡嘅人嘅名诶去调好，嘿。我第一就基本书，我即个看到我时间，我咪想讲，哎，佮咪真强啊！吼，我第一本其实看到我系佮下讲，我讲个生意，佮种金秀，金秀是系我古厂个名，叫做土金秀嘛。我本来摆到佮下古厂，结果系讲系庆祝佮爸爸吼，我阿公个生意，所以是亲有头脑个。还有一本《淮山晚海》，嘿，也是阿公老阿婆的名。还有个《青凤兰坡》，系凤兰姐，凤兰姐嘛，想要讲一下。嘿，凤兰系佮替三妹妹，佮替三妹表姐。土盘房嘅替三妹妹嘅，土凤兰。哈哈哈！故说佮一个诗人本身，佮在佮个表现佮作品嘅时间，佮我老听到家族嘅心情，啊，家族嘅故事，表出地方。是啊，对你来讲，你个阿姑，对摄影师讲起好嘞，你摄影师对这印象，还是你老去相处有嘛个神奇的故事吗？因为佮了带中啦，还爱从细爱是带台北，不过因为佮就七来摄影，佮体态爱个只
代表是可能家爱七岁，所以都他中间那是老爱差不多岁吼，爱天五爱表就是老爱偏多岁，韩国爱哥哥爱两啥是同好迄种啦，因为是同多年后叫他搞，所以几个爱太古代猥琐爱点嘛同叔是，韩爱太古哈。他母亲来妈妈跟我就讲当年，所以我就去到个是当吃油，我就当好，还个其他也不是，当然他太嘛吼，就想就下做，还做嘛个其他更多个掉，所以我就当好去做啦。所以你讲当熟啦，当熟，不过我就熟悉个几个面，去讲去泰国个面，佮文化两片点多去我多播媒，我即个谈他即个讲，还看报纸，佮我让。爱表姐俩就让不爱不爱输嘛，个爱让开始让滴，所以迄进步门也是个。不过爱爸爸，即其实迄爱太古，伊个几两下当不上草，不过几两下当上好。因为两姐两姐弟，姐弟非常爱上好，几条当上好个原因系嘛个，因为几条个语言同通。爱太古写喺日本史，爱爸爸非常爱欣赏。佮你爸爸要有发出通日文。爱爸爸爱日文咯，爱太古爱日文，全部非常爱好。佮台湾个改团喺东高去买个日文，所以佮非常爱欣赏买爱太古写嘅东西。还佮从头佮两三会讨论。所以你阿爹唔来讲，喺爱印象中。影响上啊，用你那事情是讲几两啥，会从到大天发会讨论的好事情。Q 飞，你要讲多俩团吼，我就想到讲，一般台湾文化嘅研究者，都老土盘房间先生，见到俩批人，从日本史台书、日本教育，到中国政府来了之后，当想办法学中文，啊，有的人学新旧，当就发到海外，你像一个人海外，到海外又发到高下文化嘅创作。是上是一个一蛮长的路啦，古时候有人做老土牌坊个先生 ，TV 做文化史道讲跨越语文的一代。不过吼，我有拜唐吉去家个访问，作为一个诗人啊，做个用词不爱听出讲，佮没讲我是跨越语文的一代，佮讲我是语文被掳掠的一代。我就感觉这种批判性非常非常强。因为我在想讲，其他那批判性，然后其实佮本身嘅心结系咪有关联？就我相信，就因为你也可能经过喺爱破啊，哈，改变嘅心结，爱破嘅心结系动气、动障碍呢个。就讲喺土盘嘅妈妈。妈妈系系，所以佢嘅心结咩？所以爱相信系啊，爱相信佢条想法系啊，因为佢条最好嘅表现方式，多半唔是本人。金枝提起，还佮像那种佮天衣坊，佮其实用客家话，佮用客家话是个很多年行唔学啦。佮汉啊就咩冇噶啥，都佮讲北京话是个就不得不学啦。太家咩行唔学，佮自家就稍微变同冇自信提，冇唔错佮讲个是系，佮冇个稍微变佮变你在同冇能力啦。我都爱爸爸来信访咩去看到啊。就记得给胎儿有安养性，给那时胎出生的影响吼。也也有的影响来再来讲，你老太古的童年回忆，伊也记得你老爱回想过一段傲慢神奇的故事，讲一两扎神奇的事情嘛。那底下坐火车，迄坐台铁吼，坐咩坐的个高铁，坐台铁还是个火车，多钟啦。是去到东城去，因为有一年我记得是我出初日。个寒假，其实突然间去了这年去阿里山，去阿里山，你都也有看去吗？我老爱哥哥天天去，就是讲旧个些年，旧个些年，其实土旧个些年，但是东城去哈是微微滚，当然了，很转来是到阿里山，我就是当然是有看嘛个，无嘛个记得啦，我就最记得是讲哦。啊！都火车因为总那去西餐嘛，搿两时，所以火车我坐到女啦，女啦，然后我再去坐巴士坐准总啦，我了都南浦坐上来嘛。就是火车很大概是等人讲，哦，你要我过总啦，不过无好下车。有结果个火车上慢下来。我讲差不多总啦是慢下来。慢下来啊！嘿啊，他一讲哟。
因为慢下来啊，结果泰国是很高，泰吉家跳叉，跳叉，所以我叫泰吉家是蹦蹦公司，叫个声音呢，跳。不过我个 T 五个个表姐，咱个平多些个就很高 T 四个个长爱，长爱上爱。基本上是不敢跳，不敢跳，所以坐到开场的，是坐到那里来，但爱鼓掌，一家就跳下来，跳下来，他就实在就坐车坐去那里，两个新人接到。哦，你要跟一般跟做家装天然相相好，我很新人跳火车，跟我爸爸比到，我爸爸当爱，我爸爸是老去吵个，要跳就敢跳。用做得很爱生人来跳，不过我了解两巡视区都讲，我几十年是记得两红事情。天南梦的童年回忆，非常嗨，非常是，其实迄就叫 commander， 我了讲迄就叫 chief 一年，是讲佮看到讲哟，你也是当好个 chief， 就是。一方面，制服一年，另外一方面也知道可能是新界地都要有没有一种冒险呢？冇了规矩的，叫做冇本嘅规矩，套定嘅。他因个嘛调皮，吼、哦，就该想爱，我懂规矩啦，不过懂想爱做冇规矩嘅事情。我相信俩潜在性有个只，我相信大部分可能系创造者都一时嘅，就讲不流于一般的标准哈，嗯，继续来谈两个土板房给听到神奇的故事，嗯，等下下一趟节目继续来谈。欢迎收看《真相通报》的节目。今天的节目现场来一非常特别的来宾哈，伊是十年土板房的。啊，算七五的吗？七五，故事呢 ，NGB 有机会来谈一下文化之外，哈神方面的土板房间的故事。听下有讲到讲，其实新界也蛮神奇哦，哈，朋友讲，我很适应跳火车，也跟一般做家装的可能唔干。那我哈做爱去家收拾的土板房啊，土板先生，然后给叫去哦。那刚刚其实新界之光是很热烈，然后对一有段事情，其实认真起来，其实。很执着啦，给本来的印象很安阳型。你现在做的记者故事，讲记者执着，想要做嘛，该听超出挺有决心要去做的事情。啊，上次是不是谈到讲，上次我讲那些那些几十年，那些我爸爸是讲，空空了，空空了，我下熟了，唔知你有冇又空空了，又空空了，哎，都又空空了，又空空，哎，空空空。所以我相信啲系佢。就该懂啊，那 persistent 哈，这个即个坚持，其他一个性格方面，外向这方面来讲，最可能多还是讲，佮就去美国，还佮去美国，但因为佮种是台湾来亲戚，唔系懂问题，其实像我佮到美国待，佮做的本生意拿到。居留权嘛，嘿，居留权，所以佮不过佮听到拿到公民，哪路公民佮当辛苦啊？因为佮爱拖，佮爱听到爱待几多年，哦，爱待五年，然后我去考试，佮去考假白是冇考到，吼，是爱紧拖，真的是爱紧拖。结果呢，佮最后一摆去考啊，吼，两面迄几个故事，讲佮移民官看到佮是讲，伊讲一句啊，讲来 ，I go to work every day。我去做事啊，当年去做事。结果佮谈到以后，佮是讲，你去讲 ，I go to work or I go to walk。讲你去讲，我去做事，然后我去行路，佮点都懵了。移民官，哎，移民官是笑出来讲，你长都唔会结发，不背过来啦。哦，你阿兄爱谈到我的故事，所以转来我就是去到讲，有暗强，不过是讲。其妈是讲，你看佮懂唔会，懂唔肯放弃，所以佮是尽做尽行俩。俩咩就只当生气，不过佮俩迄个爱性格唔错。你就比如讲俩团吼，我想起来土盘先生佮有篇文章啊，一直都印象非常深。这篇文章佮讲到我的 identity， 我的认同啊，那一方面佮佮讲佮一生有办过三百过些个事情。佮如果讲。
一出世就日本人啦，因为日本时代嘛，到佮差不多十七岁、十八岁的时间，战争结束战后嘞，就忽然间变中华民国人，然后佮有写到讲非常辛苦，在佮种七零年代，台湾很多国家都老人贪高，哎呦，好像国际 TV 没听闻听的时间，有一种大家都想要去。看咩话有危险，想要去吃行较好嘅蔬菜，计量时机啊又停了嘅，就讲想办法变做美国嘅公民。啊，唔过后来几下呢，就讲又转到台湾了。啊，对我来讲，这篇文章啊，除了本来感动嘅事情，系讲，接下来老几下做一首诗，我都出茶色，一出色就体色，就讲体色那个日本嘅种拍带。逢眼前的企业的时代，天一色就抢钱碰你的时代。啊，不过他第三世纪的时候呢，他的时候经过了安阳过程之中，他开始请转客家，他开始用客家话，开始在请台湾这件事情。我感觉一感通，就讲我听阿托土盘先生的作品，我感觉他对土地的认同挺强烈。啊，我想了解强烈的来自于，听我讲到他的家族做地方上述已经安叫的金嘛。啊，那主管给自家的判断，一大部分我想问主管，可能俺们第一步卡家族的都会有人去讨论两条事情嘛？主管，政治两大层面，对己对你的家族的都会有嘛个影响吗？嗯，我相信我，也当然是我子女的想法啦。两方面，我太古老，我是黑权。嗯，佮从那不啷个讨论，佮看我做歪事情，佮是去到讲哟。他说他很欣赏我，我很感动他，他可能就看到，了了他就看到他自己的人，他知道说我比他我怎么说，他感觉因为我比他很好生，所以我这个时代已经大家很做得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他看我要做的是当天，所以他会更鼓励我，还有他都美国带一时间其实后来拿到公民，其实来来去去尝试下料下，甲不能看下细人嘛，然后种下笋子，基本去美国，其实就下休息，还其实就搞不挨掉。哦，其实搞不挨掉，拜托挨掉，爱老去做曲。哦，还了休息呢，我相信台湾人他唔敌，不过对美国来讲，挨掉美国咧下价钱，挨掉动手，因为挨掉当年咧。年年八全部就创了休，了休息。所以对我来讲，我老太古的关系都保每一几年是他坚持心，我都是安样讲。就讲信念、理想，当个坚坚持那样。哎，他全加不海，我弟我当到阿叔，因为今尾系有七个兄弟姐妹嘛吼。记得我习惯是讲，记得他唔会讲。OK， 记得他唔会讲。还不过我太古。看到我的家庭是我爸爸妈妈，我不下当不上头，不过真正我都不会上头，我就全部欺骗，所以这点就当真。其实对这方面来讲，我太古就真好了，我就讲这条事情。所以太古下该休息的，都美国下好就是搞不来，还是很有关的下年年拜的事情，因为你的装七郎，其实爱喊阿七康，应该是阿乔。我記得佢係講係向阿橋，佢講係阿橋，唔過後來我信下嘅輩分哦，應該係我婆嘅古廠，係咧，係啊，係我婆嘅古廠，佢應該其實唔係向阿橋啊，佢應該係橋工嘛，係啊，就佢應該係橋工，我以前做樣板山都知道，係應該係橋，應該係橋工，所以佢認為係嘅事情，佢從頭嗰度嚟講咧，所以佢認為嘅。该就是下两首，按我台湾该心灵日，台湾的心灵日，嘿，喊两首，都好该两首，应该是两千空五，也是空六来时间。佮搞不挨着挨着是表面，嘛就讲拜托你啊，拜托个，不过唔系是去到讲，无该无该 niche， 去到无枪啊。都报名一个后生个个 piano 个老师，佮做出来之后，挨着是练。连唱以后是打电话问佮，打电话唱问佮，你听方言，其实讲佮，佮准啦，佮讲佮，方言都佮准，佮准。
哼，我讲拜托哈，就该洗来也上，还没他洗上得。糖都爱上色，该是很爱老公的。但是该叫他到天吧旁边冲啊，是该跟他说，我跟他洗来上，拜托给他洗上。他懊恼，当懊恼该下球来。OK， 涵盖正式来发表是到2007年，度度好是1869年，所以我就到洛杉矶，到 Washington DC， 同步哈。做了发表了，发表两条歌诶，条歌。还本来 Washington DC 这片讲拜托，我就做对希望吼，正式来发表。我就是讲，其实正式发表应该不是讲爱咩唔免爱太古着嘛。我应该是做 LA 两片，我就盼来发表，我就还要做。所以这片也是拜托你啊，安尼客家东星讲的这个 soprano 陈慧茹哦，陈慧茹，陈慧茹老师对。其实都 Washington DC 很多国徽，地都唱客家，唱客家话哦，唱客家话，还有土台家用的客家话，土家小事。所以对我了来讲，哎你就对了国家就做的哎你中国做的事情，对了客家人，你们就做到哎你客家人出来的，很希望呢了客家文化咩安样传下去。所以我了当年就唱那条歌，当年。会用会教他这家了，用客家话了，吐了休息。吐完身上了休息，在台湾两片啊，第几个属于两个日本母语文学线，二八母语文学线，他发一部分有限到吐完身上了休息，还有印象。Wonderful。嘿，不过俺弟讲也有一条歌诶，哎呦，实在有意思。就这条下歌之后，就变作。合唱团来，咩就三重奏是迄piano、violin 还个 clarinet 黑管，还咩就西来老师咪对唱啊，所以就加只版本，因为唔系亲人嘛，所以当好编。我邱飞人家讲到两大部分吼，我就知道讲，因为伊。突盘先生自己拉石台，计算起自己拉石台，五星地位少数，有法都偷到按高等教育的人嘛。啊，也许你讲传统的台湾社会很多文化制度，对什么人、富人家，下面要去参与公共事务，下面要对政治来发表意见，过去实际上是无按鼓励。故说，两个突盘先生作为一个诗人，他用文学的角度，他愿意去对两条公共的事物来发言，我感觉会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讲到两边，我又想到讲，突盘先生其实上他除了他自家创作之外，他也有参与非常多公共的事物哈。等下都下场节目来谈，哎呀，给发引导你，哎，做了一个是诗人，两位看到的突盘先生，还有一个作为一个 one piece 来看到突盘先生，他用万幸参与公共事物，等下来谈两张图啊，做一神奇。欢迎转到《真相通话》的节目，今天在现场有请到突盘方的先生的声音潘秋飞小姐。台湾讲到突盘先生吼，佮阿蛮有批判性，佮对公共事务还是讲政治，佮我去听清楚讲出佮个主张，阿用性格一只性格，我讲一下我印象中的佮。好，我九零年头我开始学客家，佮当时还是学生，还研究所嘛毕业，啊对台湾。开始有认同，也开始想要请客家，因为我本来唔晓讲客家，啊，透过突盘先生送来两本客家圣经罗马书，啊，慢慢的来客家听转来，我印象非常深，迄个当时九零年头，客家界有个一种有个社团，到台湾客家共享事务协会，台湾客协，我作为一个学生啊，一加起我一参与客家协会开会，我就印象非常深，突盘先生只要我来参加。然后上次开会时间拖下久吼，其实我讲，总得我一罐火茶了，要转去煮饭。我就讲过到，作为一个女性，一方面其对公共事务有参与，一方面还能有不开，而照顾，看到嘅系一只非常顶下，哎呀，型嘅又朴素嘅，讲起来虽然系异性样吼，不过佢本人感觉非常嘅朴
朴素的一个安详型的食物。对我来讲，我感觉迄种以后的这种啊，算是身教吧。嗯，其实这个东城区的人爱滴，因为佮很懂幽默，佮要讲，爱滴爱点，应该是唱爱讲，爱讲迄只个东北讲笑话的人，从头尾。老孙子啦吼，啊，该交流下呢，所以爱太古就安尼性格。啊哈，还记你讲记，我刚从去煮饭，该吃。家巧啊，可能嘿，因为记头摆，我记得当前做自己最薄的当好大个都富。哦，高尔夫球。高尔夫球，所以记买老爱古床，还个突然爱拱。去打，哈！不过因为爱古床，佮迄件衫嘛，所以佮他磨下，所以从头个时间是有固定啦。但其实我陪爱工去打，佮两三个感情都好。你啊点爱下底，还佮打到以后，佮佮润润通爱个时间是一条。啊，听你讲过，佮对打高尔夫球有一段时间非常，就讲很着迷，然后我哎呦，狂狂狂！来讲一下，伊用蛮狂。伊狂狂，伊第一年一般来讲，伊只高，伊只高尔夫球诶，伊啊比咩 game 吼，是18球嘛，吼18通，18通。啊，其实打36通，该意思是打两场，该年两年就到两年那年，该不打到两年那年是今年已经开始讲，哎呦，你给咪安好打？我相信伊就白打36。啊，是几斤？三十一，咩？18是36，36通打索还没走，还没走，还就在还其实跟讲，我再过留下来打，再留下来，但系古虫是讲做唔得，其实讲隔安样人啦，我都跌身高，哎呀讲。你几督徒哎？佮讲啊，跌身高就叫讲，你用不了跌身高，叫我用海，用不了跌身高，还是讲我想办法，你也是迄个当四年新来两部分，我想办法是想去想我再去留下来打。结果迄样嘛，现在嘛无个记得，不过我就是记得，佮讲爱跌身高，跌身高。不过你也有神奇哦，因为佮基督徒啊，你有提到，是上佮迄假说，唔单像迄基嘛吼，还像基托人，然后假说。嗯，其实唔系，其实迄爱婆，基督徒爱婆是因为佮爱个阿爸阿妈迄佮养父养母，迄爱婆爱个养父，然后养父迄闽南人讲哈，迄基督徒，所以爱婆是迄当。当新个基督新当前嘛，所以几个些人全部系基督徒。嗯，还爱屋下可能他无可能是爱爸爸，爱爸爸本身有洗礼，爱爸爸就系基督徒。不过爱爸爸对爱就是当持久。哦，所以点到爱哥哥，然后爱老太，爱就三傻。嗯，他持久派啦。嗯，就讲伢婆系基督徒。几啊些人全部系基督徒，哎，然后表兄弟全部系，啊，伢爸爸系老土盘系，家老太，啊，不过当伢爸爸都年头去个家庭地位，伢爸爸冇强，只是讲一天爱，哦，所以点都是爱估计了，可爱到咩系有一点点叛逆哈，其实两个爱相信的是系都爱到爱，血滴都爱，爱到系安样叛逆，就安样性格。中晚个谈嗲谈吼，系以为爱去个看土盘先生嘅作品嘅事啊，爱刚好记录一般嘅五星十年期末，同样嘅素材就讲，有一种非常沉嘅嘅文字啦哈，有一种非常沉嘅一种自我嘅反省，对，然后一个崇高一个信念，对佮创作来讲，系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佮有技术师，我感觉佮谈到了个信用的部分。虽然讲系讲信用，啊，不过对信用出来，对生哦死，还有对一个土地的各种感情，所以说我系非我唔系基督徒，不过我同安尼我感同。我印象中非常深，系佮艺术师，佮就讲墓地。母亲的母，土地的土地，是从这些老台湾当作一个啊，像阿美用的一个土地的存在。我感觉这两份土地的感情是本人一感通的。哎，我相信做一个，几位迄下案前卖时的人，佮另外感受哈，是迄比一般人是较强，是强过一般人。但我相信，佮就喊那。
含他亲爱个感觉，可能人爱婆有关系，因为爱婆是基督徒，含潘母唔系嘛，潘母传统当然系当传统嘅家庭，所以对爱婆是含冇办法接受嘛，因为佢冇家乡嘛，佮你哋诶你传统嘅家庭是讲诶你爱祭拜诶你爱祖先那些嘅，你用都得冇家乡，所以。也是喺爱婆老潘母嘅冲突，所以记得爱姑啊、爱爸爸，还个爱叔咧，都从不就看到爱婆嘅嘅辛苦，系因为信仰嘅受到嘅辛苦，系嘅辛苦。不过做起来，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讲做一个孙女，爱看到啊系爱公夹到俩家庭。两片家庭那个传统，对，几家，嘿，几家，几许种，几许家妈妈的体态来种植，还个几家老几个生人，老几个不娘的家庭，就有俩冲突。所以，这两时我就因为我爸爸他冇病，我就爱管，所以我老来哥哥俩方面，我就是用他冇听我角度来看。不过俩是许讲，俩是许大家家庭都有，大家社会都有，还是。中高你讲马啥错马啥唔错，是讲看你用乜嘢来看你个角度。不过我相信，既然爱婆，因为既然爱婆是动情，所以佮对俩中高个强个长处，我相信老佮个阿妹有关系。是真基督个基督徒个立场来讲，基督徒个历史来讲是替神之下不能迫害嘛，所以佮到就。就按照你来进行，哎，就非你按样讲啊，当忽然间联想到一件事情，就讲你才提到，因为按样宗教的无相同，然后破这种老家族家庭之间这种冲突嘛。啊，突然时上是让佮谈恋爱的时间，提供假释以后啊，啊，读到个土医生，这样是很咩意思嘛？哈，哎，应该是谈恋爱时应该还唔系嘛？唔系，谈讲好像本来也系哦。我卡地都要吃两三张一宴，好像要一饭堆。实在是我古从从前都退胎时个，然后我爸爸是厨师啊，因为佮我爸爸咪系退胎，系还唔过土木我古从系替胎，还佮下坡从前又夹个落胎落脉，还夹不下下苦，吓冻苦啦。所以我讲我婆个两时冇赞成，那原因是讲暗苦。就按到落台落麦，喊你把你嫁过去，我当辛苦啊！只想你做太小姐、做官官那年，我过去该是无按容易啊！嘿，我是联想到讲，这样因为土，我相信土以前无卡家庭本来也唔系几多土吧？哎呀，变到讲应该嘛唔系啊！哎呀，土盘先生嫁过去，都叫妈妈身上发生嘅事情，都给自家身上有发生哦。我看到的是我爸爸从小跟他发讲，潘母个小子从不动有性格啊。过就一点是讲，从不家头当好爱老婆。我记得古从从不对婆娘非常爱好。哦。还我妈妈从小讲，我太古就激发是讲太古当好命，佮好命是娘买人来好命，随心所欲。哦，佢做嚟做佢想做，佢做嚟做佢想嘅事情。当然，你读佢文章，可能佢受到佢本家啲传统有束缚着。不过对某在一个 point 啦，哈，你讲英文嘅 point 单个来讲，佢实在系佢感染冇去做嘅，你啲眼睛是冇了解，佢是讲限制嘅，佢即个限制是讲爱多啲部分可能还系应该一下传统啲啊，多加点部分来讲，不过一般人来讲，爱古床是当尊崇的。其实基督教爱古床都不明白新基督教，俩是爱说了解的吼。韩国是讲给爱写书，给爱写诗，爱爱写爱请爱灵官。其实我去新埔待两三万年，是去日本待两三万年。哦，做离开家庭。是的，嘿，跟爱古床，爱古床是当下的。啊，爱古床当下的是本地，我本地去啦。所以了，很爱扫地啊。我妈妈从头是讲，当后面。后面。哎呦，讲起来突然时尚嘅后面吼，都在对伊创造有嘛个影响。先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继续来谈。
上到真相通嘛，嘅节目，嗯，今日有想到潘秋飞小姐来谈，人家嘅亲友，人家嘅市民突然房间哈，系人家太古，他又讲到讲太古系挺好命嘅人咯，咁像佢好命，嗯，做安样讲啊，就讲到沙飞票做来讲，替佢嘅家事唔系差，算千金小姐嘛。还有又加班，台台毕业的医生，给他时代实在没有意义。再加上他去加黑，偷到日本时代偷到，也算五星的高等教育。啊，经济方面就讲无太问题。我说啊，他上司啊想要去追求自家妈个梦想的设计，有很多的条件都得不用付出去做啦吼。你爱讲你爱去符合迄个后面的所在。不过爱做第一个突盘先生，爱做个后面几枚单枪用出来。去加神党，我前一餐咪又去访问李桥老师，因为李老师几处讲都讲记起来，又去接，也给台湾文艺也分杂志，台湾文艺第个对个客家人吴淑流先生来创办之后，后来又记下因个沙庄附近人都很客人，像有接触过个钟守仁先生、李桥先生、涂盘芳杰先生等等，我访问到李老师几讲到聊天过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涂盘。他就讲，突然先生天很出钱，哦，就讲出一个按困难的一个差值吼，他就点点的就出经济当个本年，嘿，有本地一道的支持，啊，就印象有非常深的点哈。所以他后面几枚单枪用出去给他升档，嘿，我相信他是真太疯了你，嘿。不过因为我都美国已经待38年了，吼，所以后背的部分。对佮个，佮后来做个事情，可能爱爱个爱扫地啊，含许爱爸爸妈妈讲，爱然后报纸看到爱然后爱佮个细人吼，爱个表姊表老表兄弟讲爱爱让地，所以本身来讲爱对外爱老佮个感情爱交流，含许细个时个来个下下影响下沉哈，下沉都报名全部许。唐人讲，哈，模式迄几类面过来时间，啊，都得去接伊，去他翻吼，判他的事情是安尼。突然先生有几下摆几个公开嘅演讲吼，也是啊，唐人演讲，我都有机会我去加我卡啊，总览，实际上我系总览人，啊，迄落去都加我卡，他发现，哎呀，条路我声音是接上了，因为我声音是迄不偏吼，就几条路吼，一个小儿科。Okay. 所以这片宽片，古早这条中平路是属于俺童年的路。比如讲，以后了有一只纪念寿司突盘先生啊，我讲一神奇，好像老七家啊来到一只老本来的神发房间，还有文化脉络有连接的部分。因为俺寿司底下因为啊开始好开发，有突盘先生送俺开发升级那样。啊，俺记得俺去加我卡，其实刚翻刚刚其实开始唱歌。其实非常好唱歌，有关唱歌两件事情 ，Q 飞你好像你的家族底都要有的故事哈。其好唱歌，其实其个家庭哈，比爱都还会唱，其会唱歌爱古唱爱记得起码上真好。爱个两爱表姐哈，凤兰，还个其他不一个那奇妞的，其两啥头摆都新做五种，从不嘿。凤兰姐，黑川团喊个凤兰姐，挨起无机唔错，佮喊起独唱冠军。哇！前组唔同喊，佮挨个企鸟姐呢，都报名去出个台中啊，个物个。都台中读书啊！台中读书个时个，佮妈去参加黑川团，所以佮老家先生去参加黑川团认识啦。所以家父下个人物性真高，啊，挨最细个个只表姊呢，去出时装啦。所以家父下，我七多几条爱唱歌动咯，佮好唱歌，我弟记到我爸爸咩好唱歌。你爸爸伊好唱歌啊？我唱日本歌。啊哈哈哈！嘿，伊叫唱日本歌。唱日本歌。啊，因为我记得佮两时突然醒来，心电一下，佮上司做个起个对电，佮木当，佮两时中浪木当，没听到，算一张发言啊，总听到发发错错。佮我对电发发错错唱歌。不会哦，佮我老发讲发。嘿。所以佮是迄两是迄两十年嘛，是迄老老哎，你系当我们来十年，所以我记得，因为我上张年都西雅图人就读到，佮只哎你台湾来十年，李明勇啊，李先生，其实
对爱太古当尊敬，还佮嘛当喜欢佮爱佮爱死，还佮对俩嗯，爱十年来个研究，当有研究嘛，有编一本书，嘿，佮有一本书，所以爱去到，其实有人爱讲，佮讲，佮当大伯讲侬爱太古，其实当欢喜，是当欢喜，是很当温暖个搿种感觉，爱感觉啦，爱感觉佮讲侬爱太古，其实有个当亲个阿姐个感觉，还是讲佮去到讲爱太古去 frustrated， 是讲当。唔定用解释挫折感是迄个，迄三年无了解个想法。个爱相信应该系哦吼，而且个思考按敏锐个人，啊相信唔系所有个人都得了解。有段时因为一处上有听到个种杂好个思考出来底白，可是老一般所谓个五星十年所下个。所关心的东西，确实系唔相同。爱看佮相佮写一俩评论去，写一俩佮已经想都改变去嘞。吼，爱佮讨论咱咩许当多年唔敢讲个事情，所以也讲多俩个，讲多俩个部分，爱老咖啡分享。爱又拜托到突凡先生底下一首诗，吼，不爱听超强。佮你讲到三面求救，佮佮商议嘛。佮佮首诗题目很多商议。第一话就讲，从此以后莫过人爱听着爱个声音，因为今年拄好在装起龙家错，给偏苏南给你嘞。啊，其实当时啊，可能还是听错个，按照个时态，其实讲了一个二百家错个一个故事，其老其用文学个方式表达出来，也是在讲很无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个啊非常有勇气的事情。好，妈，我记阿娘。无求让爱性格，其实做得表达出来，爱妈爱同意，爱当同意你的讲法。我记得突然欣赏佮，如果爱老佮之间专门一百堂佮演讲，去出两个中南个中路高飞地步，都佮别个，哎，佮别个，佮做佮片做一张演讲。有给你后来去做啊，也有创一首啊，没好几下首，没一首的几下首也个歌的吼。啊，然后我感觉佮创个日本歌的世界，当然一方面佮非常清楚提供了许出名查甫佮的语言，因为佮在佮世界论述地都有讲到，然后又佮一篇文章很多母语的功能，这篇文章对我个影响有蛮大。其实论述非常多国家有关母语呀件事情，用把伊输到一种出名，还能用把伊的一个编法，然后记住讲到佮新欢喜，佮做得说到有机会看到客家话变到迄个文化嘅语言，文化嘅一个创作嘅时间，用嘅文字，故说佮佮当时人来讨论时，还有佮鼓励爱嘅时，佮创作出讲一个观念都。爱个书写，我手写我口，好，就讲爱去讲嘛个法，爱就用书写出来。哎，用讲起话，爱知道在汉语文化，就没客家文化，汉语文化两件事情当过。突然之间，确实系个很多石头一头。我相信非常哦，就到底下哎你要讲，真应会要写，爱嘛。冇简单哈！你讲今年特别想到个事想出来，那些你阿吉系非常非常的先进啊！有讲到文史阿吉啊，台湾有分享到讲廿八百，也会写东西。不过其他关系还能用日文。廿八百，其实你看这两年的母语系嘛个吼是去思考的是个，去想事情的是个，迄种嘛个。按这点，我相信，我太古要用客家话创作，我是觉得该是无简单的事情啦。你要重新来学，唔单枪是去讲，你还要晓写。啥？我相信该是挺困难，我做唔到，冇办法。唔单枪我唔晓写诗，你是讲个客家诗要做出来要写，唔系简单的事情。还一道你留下腔啊！我主讲在诗个两个创作部分，主讲得到突凡先生还用个鼓励，对这两诗还能发生个敬爱，还讲到迄也一个一关键个事情啦。好，主讲在给咱集团读到一个，以及迄一有名个诗，你还用鼓励，啊，我知道讲有点被启发，讲受宠若惊的那种感觉。我就读到加三年，从不老记就按两年来交流，所以我相信佮迄多部门俩对俩。
他可能对你的外心胸有看到，然后他轻容爱的，有点创作能力来人，有点创作给热情来人，所以他会中风去。啊，相信了，迄个叫知音的感觉。那相信今天有机会来老太家观众朋友来分享那个莫相同的突发房间啦哈，有很多的故事，他也有提到讲他的宗教对他创造的影响，还有他这个家庭背景。那我就讲，他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有非常多、非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给QV， 你才有提到讲，伊老娘太古之间，当然印象深层系摄影师的部分嘛。啊，不过你看你睇了之后，你自家本身从事很多的公共事务，所以讲，我相信啊，太古的精神对你来讲，可能也是一个。算是一种家族制度互相支持的力量吧。今妈，佮迄督导，爱督导，今妈要当学诺，是讲我安尼当好。但爱爸爸妈妈从不无反对，爱相信是迄讲爱了，了家庭之内，每就安样样来事情，是讲他自家去到讲已经改安样。因为阿妈相信了迄，我就从不按个注重按有保庇吼，含尽量安尼做得老太这家工厂师傅做得老菩萨天寿诶，安尼就过尽量说，毕竟反正回馈啊，我们要 repay 俩只 society 俩只社会，所以尽量做得做是做。感谢 QV 今日带来很精彩的分享哈，今日节目非常特别，有请到突凡先生跟我爱神陈来分享那个做第一神方面的突凡先生，所以个节目之余哈，做老太太分享啊，今日老太太介绍一本书，当然更是想要好好发给吧哈，汉尼圣经知道，个罗马书好好发，可是以后的好事。那我呢突凡先生的实习，给一本突凡。方格集啊，也是一本台湾文化馆老几边的史书，非常精彩的，算是一种精选本。尤其 V 的话，太阿做在吃下去托突然欣赏的史了，感受一下其他的神明哎呀！感谢 QV，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欢迎再见，什么大家。